明朝浦江的正联，他的家族有两百多年没有千里老家，大家都称他是所住的乡里叫做一门。当时当地的太守呢，颁发了一块匾额，说是天下第一家。明太祖朱元璋继位以后。 就召见他呢，进京呢，啊，并且问他说：“你家中在一起吃饭有多少人？”郑濂回答说：“啊，一千多人啊。皇上说：“真是天下第一家啊！”当时马皇后呢，正好在屏壁的后面听到皇帝跟郑濂的对话。 就对明太祖说了：“陛下，你今天有了天下，是你一个人几世成功的哦？今天正脸一家人有一千多人呢，要几世不是更容易成功吗？”明太祖听了以后也大吃一惊呢。接着他又问正脸说了。 你要使家族的人合在一起，有什么办法吗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正脸就回答皇上说：“啊，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只是不要听信老婆的话就可以了。”这郑哦，连胆子也是很大，就在跟皇帝对话，皇后就在后面，他就这样讲：“不要听信老婆的话就可以了。” 皇上听了以后，不觉得哈哈大笑、啊，那就像讲马皇后一样。当时刚好荷兰进贡香里给皇帝，皇帝就赐给他两枚。正莲呢，就双手捧着香里呢，顶在头上呢，快步的、小快步的走出皇宫。皇上呢，就暗中派人呢跟踪他。 到正年家之后呢，到家之后，正年就召集族里面所有的人，向着皇宫跪拜叩谢皇恩。然后呢，就准备了两大缸的水，将两个香梨呢打碎放入缸水中，大家一起分饮。这正年很有智慧，两颗香梨，一千人怎么够？怎么够吃呢？诶 他把它打碎以后，放到这个两大缸的水里面，每一个都喝一口，就等于喝到皇帝的香里呀。这很有智慧，你看，这很有德行啊。那么明太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非常高兴。后来就有人揭发呢，说郑郑濂的家家人呢，跟权臣呢。 私通，啊！明太祖说郑家没有这样的人呐、啊，是被人家诬所诬陷的啦、啊。后来下令呢，从他家族里面挑选三十岁以上的子弟呢，到京城，并授予官职。他的中长郑英呢，前往皇宫谢恩的时候，皇上还亲自到奉天门。 亲笔写下“孝义家”三个大字赐给他，而且呢还盖上一席现在去哪里找一千人的家庭呢？三口的小家庭就已经闹哄哄的啊！现在要找三代同堂不容易，差不多三代正常是三代两代，现在找五代同堂，那非常大的福报跟德行。 我去注念过，也有注念过五代同堂，真的为什么会五代同堂？就是积功里德、行善的家庭，而且家里有一个长者，那个长者年纪都很大了，他们才有办法记住五代。啊，一般来讲都是三代就不错了啊，父亲、儿子、孙子这样三代，那四代更不简单，五代就非常稀有的。 所以现在这个家庭，老和尚说，中国这一两百年来，啊，从这个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，整个五四运动以后，西化以后，接受西方的文明以后，大家都认为西方的文明比中国传统文化好，所以大家庭就崩解了。在经过文化大革命。 祠堂、池塘城隍庙、孔庙，啊，就慢慢的凋零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整个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——祠堂，以及呢，啊，城隍庙跟孔庙呢，啊，就不能产生这个功能。所以老和尚说，现在大家庭已经凋零了，都是小家庭。 所以现在靠什么？就靠企业家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探讨，面对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文明的演变，啊，那么要怎么去面对现在快速变化的现在的科技文明呢？然后又能保住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？老和尚就开始的。 维系五千年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的传统家教。各位没有注意到这个正脸，这个明朝正脸，这个天下第一家为什么这么和和谐？一千多人都没有任何纷争，大家都接受中长的领导，没有人想要分家。各位，你们觉得他们是为什么成功？他们有他们的家规，有他们的家道。 有他们的家业，有他们的家学，那他们的家道是什么呢？他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“和”一个“和”字。如果没有“和”的话，一定是纷扰不断的，那不可能维持一千人。所以，我觉得正联他们的家庭“天下第一家”，它的主要的根源是因为他们的家道是“和”这个“和”。那我们就来探讨。 老和尚给我们开示：面对现在的科技文明，我们怎么去保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？啊，老和尚说，《弟子规》是婴孩出生的时候要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在学了。你不要认为小孩子一出生什么都不懂，他无知，那就错了。现在我们找到证明。 美国的心理医生呢，卫斯博士就是很会催眠的这位卫斯先生，卫斯博士，他在著作里面有提到老和尚有读他的著作。老和尚说，这个卫斯用催眠的方法，他说，比如说你是现在四十岁，他可以催眠你回到三十岁，再回到二十岁，再回到十岁，再回到一岁。 再回到母亲胎胞胎里面，啊，问你的感受怎么样？这个卫师呢，博士呢，都可以说得出来。比如说你现在是四十岁嘛，那你一岁的时候，在你妈妈肚子里面，你那时候你是有什么感受？他催眠上可以催得出来的，啊。 他都可以说得出来的。原来做胎的灵呢，在胎包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母的，母亲的饮食起居，他都有感受啊。所以我们说，母亲在怀孕的时候，喝热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在猛虎一样；那喝冰水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在寒冰里面一样。所以。 怎么能说他是无知呢？所以他能够把从小出从小出生的现象都能够说出来给大家听，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就证明中国人所说的胎教确实是存在的，是有它的道理的。一入胎、一做胎的时候就有知觉，他不糊涂。所以中国人对于小孩的教育。 最迟也是出生以后，出生以后眼睛张开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大人在他面前言行举止，都给他都要给他最好的榜样，而且要老和上说要给他正面的，不能给他负面的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父母的扎根教育。你要跟小孩做一个扎根教育，甚至客人到家里来。 婴在婴儿面前表现的也要规规矩矩，不能让孩子呢有负面的影响。中国的谚语说呢“三岁看八十”，是有它的道理的。他三岁的时候已经学了一千天了，这一千天印象深刻，根扎下去了。三岁以后开始学太迟了。 所以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，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，但是现在人不懂，传统教育丢掉快一百年，一世纪，甚至丢掉世代，啊，这个是老和尚是讲说呢，中国的家家道呢是只要是靠教育，正正脸这个家庭也是靠教育，啊。 然后尚说，另外一个维系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是什么？是家，就是家文化。所谓的是家教，现在家没有了，教也没有了。中国是个大家庭，中国的家庭都是大家族、大家庭。这个家庭要能够维系长久、代代相传，最重要是家道要有道。 这个道就是家道，就是道德仁义的家道。如果没有了，这个家就保不住了。家道是什么？家道是共同的，家家都一样，就是五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君臣是领导与被领导。 一个家族里面，君就是大家长。我们看看，看到他们这个，他们的正年，他们的中长是什么？中长是正因呢？你看，所以他有一个大家长啊，啊，这个君就是家长，家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成员大众都要听他的，所以他是是个社会。 五代同堂，在家庭里面主事的大概是祖父这一辈的，曾祖父已经退休了，像太上皇一样，不管事。一家人口少的，人丁不旺的，也有一百多人；人丁兴旺的，就是一般的家庭，总有三四百人、五六百人，这是一个家族。 那要是没有规矩，那还得了吗？那不就乱了吗？所以家教太重要了啊！所以家道这个道就是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是道。有家规，有规矩就是什么？就是《弟子规》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呢，不是拿来练的，是拿来做的。 也不是拿来背的，也不是讲解的，是父母做出来，做大人的小时候我都学过，在家里要做出来，人人都要做，绝不能够离开的。你按照《弟子规》做出来给小孩子看，小孩子一出生，你在他面前就这样做，就照《弟子规》这样做做给他看，他自然就成习惯了，这就是家规。 所以我的好朋友呢，盛荣章公司呢，江松化先生，江松化董事长，他带领他的公司的团队呢，的公司的这个企业呢，公司的员工有八千多人，这这个这个比正正人这个家庭还大八千人，等于他的八倍啊。他是用什么呢？统领他的家规跟家道就是《弟子规》，他完全用《弟子规》教学。 我前年呢，就到他们公司上《弟子规》，高管全部出来上课，从董事长到总经理到副总经理到经理，全部出来上课。而且全省呢，他的这个分店，他各公司各全省各地、台湾各地的这个分店，全部都是视讯视讯教学，同步的视讯教学。 所以我，我我出国的时候，我在机场呢就被他们员工认出来，他说：“哎，是黄老师，啊，很热情的招待喝他们圣王昌这个这个免税免税店的这个茶哈。啊”那前几天呢、啊，他们又找我了，希望我再去开课。啊，我就第二次上课呢，要上了《凡四训》。《了凡四训》里面的四大四大章节呢，就是立命之学、改过之法。 积善之方，谦德之效。分全省呢，分四，把那大的这个祭点呢，规划成四个、三个地点，每一个地点都要上这四个章节。你看他多用心呐、啊！他不是叫你只有简单讲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他说那个味道不够啊。他们的题目就是如何改变命运，这就是他们公司的家规。 他们的家道，他们的家学，所以江先生呢，他跟我讲，他说《弟子规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了凡四训》都是完全要做给员工看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对待员工，你怎么对待干部，干部就怎么对待员工，员工就怎么对待客人。”他说：“最后得到利益的是董事长，是老板。”啊！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，他们重视这个教育。你看，他完全跟老和尚的教育理念是一样的。中国的传统的家庭都是教育，但是现在没有大家庭，变成企业，企业还是要靠教育。他就讲啊，他就一个小故事，有一位教授呢，博士教授要到欧洲开会，但是他是要到一个回教国家开会，他就跟他买。 伴手礼就凤梨酥，那么员工就跟他推荐呢、啊。那么这个有加蛋的呢，啊，这个有加蛋的凤梨酥价钱比较贵，那个没有加蛋的呢，啊，这个价钱比较便宜。他他也可以装的不知道啊。他先问他说：“你要到哪个国家去开会？”他就跟他讲说：“是哪个国家？”说：“哎，就我所知道的，他是一个回教国家，他们好像是这个蛋呢，他们就有有忌讳。” 你是不是？我建议你不要买有加弹的凤梨酥，你买那个没有加弹的凤梨酥，那个教授听了以后，他就简直不敢不敢相信，说做生意有这样做的。回来以后打个电话给江董事长说：“你们的员工交易太成功的了，怎么这么诚实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看到这么诚实的员工，这么诚实的企业。”江董事长说：“我们都是透过交易，交易叫出来的。” 所以，诚实的员工也是教出来的啊！不诚实、贪赃枉法的员工也是教出来的。好人是教出来，坏人也是教出来的。所以，我的好朋友这江松鹤先生呢，他是老和尚亲自到他们公司去上课上两次开示。老和尚亲自跟他们高管干部开始两次，这是非常稀有难逢的。 老和尚非常肯定江松华先生的这个企业教育，这个三个根的教育，完全跟福州的阿弥陀大饭店吴富利先生呢完全一样，都是老老实实的依照老法师的教学来落实企业教育、扎根教育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了，所以这个。 家规有家学，有家业，事业是事业，家学是学术，学术常常跟书要连起来。宋朝以后呢，朱熹编了一部《素书》，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以后，家学几乎是以《素书》为必读的课本。无论是什么家庭，是从事哪个行业，没有不读《素书》的，所以《素书》变成共同科目。 另外科目就是你家是做做什么行业的，那么可能会看哪一种典籍。比如说你家是开中医诊所的，你是学医的，那么你教子弟怎么教呢？就要选《黄帝内经》啊，《林书》《黄帝内经》《林书》。如果你是从政的，当然，比如说最好你家是政政治的家庭。 啊，你要怎么讲？你教他研究《秦氏制药，你教他落实《秦氏制药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啊，写有关政治的，那经商的呢？哎，经商的话，可以也是，也可以写《秦氏制药，也可以写《弟子规》啊，也可以写《太上感应篇》啊。啊，也可以选择经商的这些商道，啊。各行各业都有他专修的共同共同科目。 但是，他专修的科目还有共同的科目，就是四书五经。五经是通通要学的，你也可以学里面的一种到两种，这是从前的家。那么这个家为什么会兴旺呢？是因为这个家有和，社会就安宁，社会就和谐，所以家和万事兴啊。 所以这个很重视教育。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，我觉得我看了一个新闻，就中国大陆发生一个案子，就是好像是发生在北京吧，有一个老婆婆呢过马路，那么有一位呢热心人士呢把她扶起来，结果后来那个老婆婆呢这个伤呢伤势发生变化，这个老婆婆的这个。 子女呢，竟然告了这个善心人士。后来以后呢，影响的结果是全中国大陆很多发生这种马路上跌倒的老婆婆、老公公、老爷爷，没有人敢过去扶了，怕出问题呀、啊。中国政府很有智慧，讲实在话，中国政府是真的，他们有心呢，要弘扬传统文化，要维系这个传统文化，他们也重视教育。 他们又发现不对，所以他们就要透过整个媒体不断的表扬这些热心公益、热心助人的这些善心善行。后来他们人代会了，就特别修法通过，只要是热心人士去马路上看到这种受到危险的这种这种。 辅助的行为，这种救难的行为，不用负担法律责任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政府就有智慧啊，这样做就对了啊。所以现在呢，中国同盟的交协没有了，家也衰微了，大家大家点都没有了，所以这个社会动乱，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没有安全感，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 你把这个搞清楚以后，才晓得现在的人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惶惶不安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中国的家教跟中国家的精神和功能太好了，维系中国五千年长治久安功能里面最重要三桩三桩事情：第一是养老，第二是义幼，这是家里面的大事，不是个人。 父生一个小孩，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，是全家的事情。老的时候养老也不是你儿女独有的事情，是整个族人的事情，它是大家庭。所以人老的时候呢，有天伦之乐，没有忧虑。小孩决定有教养，也不用自己操心。扎根教育，这是父母的事情，就是从出生到三岁。 啊，聪明的天分根性力的，十五岁就入学了。家学家学就是私塾，我们现在讲的子弟学校，每一家都有子弟学校上学了，老师帮助他继续成长。这个时候要练书，练书完全着重在背诵，这个是读经千遍其义自见。所以第一个呢是养老，第二个是。 啊，义幼，第三个是传宗接代，这三大三大重要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家的大事。祠堂呢，就是这个大家族他们祭祀祖宗祖宗的地方。那么家谱呢，就是这个家庭的历史，那么世世代代都记载的很清楚。你从你的老祖宗从哪里来的？啊，里面都记载的很清楚。 所以呢，从皇帝到现在，至少也四千五百年了。在全世界各种民族里面呢，实在找不到像中华民族这样这么好的一个传承跟文明，只有中国这个族群里面有。所以老和尚说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、共同的我们的资产。这个呢，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，一定要发扬光大。 啊，那么现在就是靠企业家来传承这个精神，这个教育，啊，建国精明教学为先，传承这个扎根的教育要传承下去，啊，那么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啊讲到这里。